自从成了控品牌的代言之后，刘倩莹在圈内的地位已经有了提升。这段时间呢，已经有两三家公司有意向合作了，目前都在洽谈中。还有个消息，国外知名的奢侈品牌 Sia 有意进军中国。 幻真时尚呢，最近也在策划走高端路线，如果陆总有意向的话，我跟进看看。陆总，陆总，按照你说的做吧。你怎么了？不知道。 陆总啊，最近为工作繁忙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难免有些累了。Maggie 啊，你去买点咖啡给大家提提神。哎，顺便买点驱蚊水。驱蚊水？没看到陆总脖子被蚊子咬了吗？昨晚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，你该不会让我对你负责吧？这么大火气啊！ 你还生气呢？你不是要离我远一点吗？找我干嘛？什么叫我要离你远一点啊？明明是你要我离你远一点的，还让我不要对你抱有幻想。你都那样说了，我要是再对你死缠烂打，让你负责的话，那恐怕我就要被赶出家门了。 我让你离远一点，你就离远一点，啊？那我也没办法吗？你说我这个人啊，真的是对你喜欢，但要隐藏自己不能被你发现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靠近你啊。那你承认一开始接近我是对我图谋不轨？嗯，爱慕已久。好吧。 那我得慎重考虑一下，不过我可以先让你爱慕一下。唉，那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让你帮我扶个纱布呢？不小心弄上水了。自从你搬进来之后，这不小心的次数似乎有点多。啊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有点粗心了。 好，那我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我就不揭穿你了，行吗？纱布呢？哎呀，我忘拿了，在楼下，我去拿。哎，你坐着吧，我去拿。不然动啊。 你在干嘛？透染是什么呀？哦，很机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这是我们科研部新研发的一种染色技术，确实是机密。嗯，抱歉啊。不过还没有研究成功，你看了也没用。纱布呢？哦，对，你没告诉我纱布在哪儿。